爱锡子女就应该确保佢哋家居安全。你装喺浴室嘅气体热水炉系唔系合乎安全标准呢？如果你唔系好清楚，就要记得喺使用嘅时候，将浴室嘅窗同门尽量打开，等室内嘅空气流通。其实换个安全嘅热水炉系好简单嘅啫，一般代理商都有供应。为咗子女安全，最好都系尽快换个安全嘅热水炉啦。家居安全，欢乐满堂。